接下来我们把龙来述说一下这一次的假面判官。哦、我是新粉丝，嗨，新粉丝你好。洗技能，第一关洗一回合就好了，然后就可以带走他了。行。第二关，判官真简单，两个第一集应该都还不错吧，不错简单。第三关，七 combo 以上，觉得巴龙跟其他的哪个比较稳？跟奇亚哦，我还没试过奇亚，但奇亚打这个地狱级应该比较稳一点吧，我想应该啦，我也不太清楚。Bing， 第五关，然后暗龙石开起来，这样应该就过了。水龙石，哦，六空桶，是给你的。好，现在直接打了，尽量不要消到新珠啦。对，他这新珠虽然没有锁定，但你消到的话就减伤50他了。但你也难保天降不会天降到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其实是很难讲。但是这伤应该减伤50%也可以过了，不行的话再开一个这个炸板的。好，过了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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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。你今天手转10000000也可以打过去哦，感觉上不太清楚。好，反正就是顺利通关了。噔噔